好多謝我哋熱情嘅觀眾送俾寶潭非常熱烈嘅掌聲，多謝大家。誒，唔好行住，師傅讚一讚你先。今晚各位覺得詩怡阿聖眼睛點啊？破天荒啊，突出表現，第一次咁多年以來冇著埋套詩怡嘅。係係，咁啊，依家咧就好多謝現場嘅觀眾啦，俾我哋熱情嘅支持嚟到出席嚟到欣賞我哋今晚呢一個勁歌鼓舞而之武俠金曲啊！武俠唔使講，我就係洪七公嘅傳人啊！好，現在是我們的送花的儀式，我們鄭重有請今晚三大贊助單位雙城龍安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丁文森先生上台來到接受我們的送花儀式。我們鄭重有請天興藥廠有限公司鍾世強先生上台來到接受我們的送花儀式。跟住我哋有请大英电力蒲料有限公司不顺行先生上台接受我哋嘅送花仪式，亦有请风水地理建昌堂陈建昌师傅上台接受我哋嘅送花仪式。亦喺度，我哋要特别多谢咁多位冠名赞助嘅人士嚟到俾我哋嘅热烈支持同埋拥护，同时我哋啱啱得到一位熱心的觀眾朋友吳炯才先生贊助我們今晚的演出200萬，多謝吳炯才先生的熱心支持和擁護，多謝大家。在這裡我們亦剛剛收到劉炳全先生熱心贊助我們今晚的演唱會200萬大元，多謝，再次向共多位熱心人士致我們萬二分的謝意，多謝大家的支持。在這裡我想問沈哥三次演唱會，你支持對於我們華人的歌唱樂壇，你好我樂嘅支持我哋，咁你有咩感受啊？對我哋嗰啲我哋華人嘅文化我都係睇見你哋一路即係每次做，睇見會做得好過咁我都希望你哋越做越好，咁我哋越南嘅華人嘅文化。得啊，同埋你作多幾啲新曲嚟唱，咁OK 噶啦。咁我就代表你喺呢度，多謝大家今日嚟睇，身壯力健，心想事成，生意興隆。多謝曬。咁想問下強哥，對於我哋華人嘅文化藝術。咁呢次見到有差唔多有提高個質量同埋個藝術我都好高興。之前我哋個歌贊助支持同埋支持啲我哋嗰啲文係咁，我哋啲即係介紹多啲。我哋啲觀眾發展落去喺越南華人多多支持我哋歌舞團都係祝各位萬事勝意啦，心壯力健。多謝強哥，多謝春哥，你個對於我哋樂壇嘅華人點咧？即係喺咁樣，你哋係年年都咁樣咯。我哋係好高興、好開心，因為係喺我哋嘅中
中國文化咯，即係我哋喺越南都係分享到，咁我哋好個個都好高興，祝你哋年年進步啊！多謝唱歌，多謝多謝四位啊贊助，多謝多謝，祝你哋啊身體健康。我哋現場有請嘅四位會籍嚟到繼續欣賞我哋今晚嘅歌唱節目。